区别于传统四方外形厂房，平前厂房独有的高端设计理念，以厚重的历史内涵与深邃的哲理为核心，将人文的崇高素养、对自然的谦恭之心、中国美学智慧融入其中，诠释其博深的发展之道。作为平前标准的新一代园区，全绿化、国际化、标准化，在这里一一实现。 平前是中国AI工业智慧生产的实践者，并将 AI 人工智能重新定义，创造性提出 AI 智慧空间概念，赋能园区建设管理，打造未来工业园区，迎接伟大企业。租金溢价不会是企业选择入驻平前的阻碍，这里汇集了福布斯世界500强高端企业，不破不立。 唯有涅槃之决心，方得重生之芳华。平迁正以中国工业由大变强引领者的姿态，走向未来。